青瓦台官方脸书称，每年新年和中秋都要给国民送礼物的青瓦台，今年也怀着感恩的心准备了中秋礼物。今年中秋节的礼物由韩国的海岛特产组成，礼物的主角是济州岛的 Omega 酒。 Omega 是济州岛方言中小米的意思，这种酒是以小米为原料，使用济州三多水酿制而成的济州传统蒸馏酒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礼盒中还有玉林岛的山白菊嫩芽、丸岛的海盐、南海岛的蕨菜以及江华岛的红虾。9月12日开始，青瓦台将把这份礼物送给10000多人，包括社会各界主要人士、国家有功者、孤寡老人等等。韩国纽西斯通讯社援引青瓦台有关人士的话称，青瓦台准备这5样特产作为中秋礼物，也是为了宣传这些海岛特产。